Hello, this is Elsie. 欢迎来到今天的 Grammar Review。在这个月的 Grammar Review 当中啊，我们要介绍英文中最重要的文法概念，也就是动词的时态 （Verb Tenses）。 因为动词时态在中文当中是没有的，所以英文的动词时态实际上学起来会有一点点困难。在我们今天的杂志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时态实际上总共有十二种。但如果你从第一种学到第十二种的话，你一定会觉得非常想睡觉。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不妨参照我们杂志上的这个表格，也就是时间有三个，包括过去。 现在和未来状态则是有四种，哪四种状态呢？第一个是简单式，第二个是进行式，第三个是完成式，最后一个是把完成式跟进行式结合在一块儿，叫做完成进行式。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看这十二种复杂的时态的时候呢，学起来就会比较轻松。 首先，我们来看跟现在有关的两个状态，也就是现在简单，还有现在进行式。在杂志里面呢，有一个定义：现在简单是多半用在下列几种状况。第一个，表示说话的时候存在的事实或状态，我们用现在简单式来表示。例句说：Penelope's uncle is a college professor。 Penelope 的舅舅是大学教授，这是一个说话时候所存在的事实，所以用的是现在简单式。接下来第二个，表示一种不变的真理，我们也会用现在简单式。比如说，The Earth is round，地球是圆的，这是个不变的真理，就会用现在简单式来表达。 另外，像是谚语、成语也是不变的真理，所以也需要用现在简单式来表达。像是 time flies 光阴似箭，或者是 silence is golden 沉默是金，都是用现在简单式。杂志里的例句说 languages change all the time 语言总是在变化，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对吗？所以呢，我们用的是现在简单式。 至于第三个会用到现在简单式的状况式，表示一种习惯，例如，You always get up at seven o'clock。你每天早上是七点钟起床。再来就是经常做的事情，也是用现在简单式来表达哦，会跟 always、usually、often、sometimes、seldom、never 这些频率副词连用。例句说啊。 Owen often helps his mother with the household chores. Owen 时常帮母亲做家事，这是他的习惯，所以用现在简单式来表达。接下来的这两种状况就比较特殊啦，也需要花一点心思来记。杂志里提到，当事情是安排好、预定会发生，即使发生的时间在未来，还是用现在简单式来表达。 而且多半跟来去、开始、结束这些字有关，像是火车出发、飞机到达、电影开始等等。例句说：The train to 花莲 l e e a v e s at 8 a.m. tomorrow morning. 往花莲的火车是明天早上八点钟离开。虽然讲的是明天早上的事情，但是已经安排好，预定会发生，所以用现在简单式。最后一个要喊。 同学介绍的是最复杂的状况。杂志里说，在表示时间或是条件的副词子句中，以现在式表示未来的动作，但主要子句必须用未来式。这句话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文法术语，让同学们看不懂、听不懂。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副词子句。所谓的副词子句，就是用来修饰主要子句的。 动词、副词或形容词，说明与时间、地方、原因、条件等等的关系。副词子句的位置可以是句子的前半部，也可以是句子的后半部。我们利用例句来看会比较清楚。例句说：“We will go to the beach tomorrow if the weather is nice。”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我们会去海边。If the weather is nice 就是一个副词子句。 If the weather is nice，可以摆在这个句子的开头，加上逗号之后，再接上主要子句。主要子句是什么呢？主要子句是 We will go to the beach tomorrow。而在杂志里的例句中啊，副词子,子句摆在句尾，这时候就不必加上逗号喽。而在英文的玩法中啊，这种情况下。 带出的副词子句，习惯上会用现在简单式代替未来式。这个时候，副词子句跟条件有关系，条件由 if 这个字带出来。同学们再看一次例句哦。We will go to the beach tomorrow if the weather is nice。这里的条件是如果明天天气好。 明天照理说应该用未来式啊，但是因为它是个副词子句，所以呢，我们用的是现在简单式 is 这个 be 动词来当副词子句的主要动词。搞定了副词子句之后啊，我们要来看主要子句。 主要子句中用的是未来式。那什么是主要子句呢？就是整个句子当中主要的部分，而且主要子句多半可以单独存在，就像是例句中的主要子句，We will go to the beach tomorrow，也可以是一个单一存在的句子。 副词子句中用现在简单式代替未来式，主要子句则是保持未来式。这是现在简单式中比较复杂的一个用法，希望各位同学多花一点时间来理解。介绍完现在简单式之后，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现在进行式。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现在进行式很简单呢、啊，就是 is am r 选一个，然后加上现在分词。 表达现在正在做的事，而且顾名思义，你会觉得现在进行时就是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不过今天的 grammar review 告诉我们呐、啊，现在进行时其实有好多种不同的意思，好多种不同的用法。第一个告诉我们的是最简单的观念：现在进行时就是现在，也就是此时此刻正在做的事情，会跟 now、right now。 At present, at this moment，这些时间副词连用。例句说：“Gary is talking to the manager right now。” Gary 现在正在跟经理讲话，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现在进行式。接下来第二个就是很多学生会经常忽略掉的。杂志里说到，如果是一个暂时性的动作，要用现在进行式。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例句。 Olivia usually walks to school, but today she's taking the bus. Olivia 通常走路上学，但她今天搭公车。今天是特例，只是暂时这样做。这个定义呢，是很多同学经常忽略掉的。所以咯，平常不会做，今天特别这样做，表示一种特例，表示一种状，暂时的状况。这个时候呢，用的是现在进行式。接着第三个则是。 指未来即将要发生的事情，通常是已经安排、预定好的事。这个时候啊，可以用现在进行时来表达。例句说呢：Our class is going on a field trip this Wednesday afternoon。我们班这个星期三的下午要举办校外教学活动。这个星期三的下午马上就要到了，而且是已经预定好要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啊，可以用现在进行时来表达。 再来第四个，这也是同学们经常会忽略掉的部分。如果现在进行式和 always、forever、constantly 这类频率副词连用的时候，会多一个含义，也就是呢，除了表达正在做的事之外，还有老是如此、一直这样的意思。而且说话者的语气呀、啊，会有一点点不满、恼怒。比如说。 My little brother is always imitating what I say。我的弟弟老是模仿我说的话。Is always imitating。这里有 always 表示老是一直这样子的状况。最后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 be 动词加上现在分词就是进行式了，但是有一些字习惯上是不会用进行式的，例如 no, n o w k n o w 这个字啊，代表知道。 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不会是正在知道，所、so、以 know 就没有进行时咯，另外还有 realize 了解，understand 懂得，believe 相信，suppose 推测这类的字，以及跟情绪有关的字，包括 love、like、hate 等等。 因为情绪啊多半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所以通常不会用进行式来表示。就要特别提醒各位同学喽。讲完了这些重点之后，我们来做以下的练习，请你听听看歌词当中到底要填现在简单式还是现在进行式呢？第一题，Robert 刚和他的医生预约好了，他下个星期四会去看他。 下个星期四是不久的未来，而且这是已经预定好的行程，所以格子请你填现在进行式 is seeing。第二题，我通常周末的时候呢去看我的家人。周末去看家人是一种习惯或频繁性的动作，所以填的是现在简单式 visit。最后第三题则是一小段文章，先判别上下文，再来决定答案要填什么。 第一个格子，Sandra 每周清理打扫她的公寓一次，每周都会做这件事情一次，这也是一种习惯或频繁性的动作，所以要用现在简单式，也就是 cleans。而她今天休假一天，今天休假一天表示一个事实，所以也是现在简单式 has。再来，我们看到，所以她想把她的家事做一做。 Want 这个字是没有进行式的哦，所以这里也是用现在简单式 wants 就可以了。不过要记得第三人称单数的主词后面动词要做变化，记得将 want 字尾加上 s。接下来我们看到 right now，right now 这个时间副词片语表示现在当下，所以动作必须以进行式来表达。 She's working hard and mopping the floor in the living room. 她非常认真努力地在客厅拖地。后面提到啊，房子已经变得看起来干净又整齐。平常这个房子可能是非常肮脏的，但现在打扫之后变得干净整齐。所以这个时候强调一种暂时性的状态，我们用的是现在进行式，is already looking. 最后一个格子说道 s a n d r a 对于他自己的工作似乎相当满意。Seem 这个动词代表似乎，它是没有进行式的哦，所以我们用现在简单式 seems 就可以了。以上是我们今天前半段的 grammar review，我们介绍到的是现在简单式可以陈述事实、真理、习惯动作或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出发的时间。 另外，要请同学牢记，if 所带出的副词子句当中，要用现在简单式代替未来。再来，我们介绍到的是现在进行式，除了表示正在做的事情之外，还可以表示暂时性的动作或是已经安排、预定好的未来事项。 或者是抱怨他人老是在做什么事情等等，都是用现在进行式。好啦，希望各位同学可以记得刚刚说的文法重点。Let's take a break，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Welcome back! This is Elsie again. This grammar review the yang 我们要介绍的是跟过去有关的两个时态，包括过去简单式和过去进行式，以及跟未来有关的两个时态，包括未来简单式和未来进行式。简单式和进行式之所以会放在一起做比较，就是要请各位同学分辨清楚，简单式跟进行式在使用上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过去简单式。过去简单式顾名思义就是发生在过去，所以我们杂志里的第一个定义说啊，过去简单式经常会跟过去的时间副词连用，例如昨天 yesterday，之前 ago，an hour ago 就是一个小时之前，three days ago 就是三天之前，还有就是 last。 这个字也会跟过去简单式连用，last 表达前一个的、上一个的，例如 last night 昨晚，last Monday 上周一。我们马上来看个例句吧。Harrison ordered a pair of work boots online two weeks ago。两个礼拜前。 Harrison 在网络上订购了一双工作鞋，因为是 two weeks ago 两周前，这是一个明确的过去时间，所以当然用的是过去简单式 ordered。接下来第二个使用过去简单式的时机为表示过去常做的事或者过去的习惯。例句说啊，Jack usually went mountain climbing on Sundays when he was a college student。 Jack 以前念大学的时候，通常会在星期天去爬山，这是一个习惯，但是是过去的习惯，所以用的是过去简单式 went mountain climbing。当然，英文里还有另外一种可以表达过去常做的事以及过去的习惯或状态，也就是 used to，再加上一个原形动词。所以今天的这个例句呢？ 我们也可以换成 Jack used to go mountain climbing on Sundays when he was a college student。这里再帮同学们整理一次哦，过去简单是可以用来表示发生在过去的事、过去常做的事，或是过去的习惯状态。下方我们要来介绍的是过去进行式了。第一个要请同学注意的是，过去进行式的写法。 过去进行时理所当然就是先用过去式 be 动词 was 或 were，再加上现在分词。过去进行时比过去简单时来的复杂一些些，同学们要特别注意了。首先，杂这里为过去进行时下了一个定义：过去进行时用在过去一个动作瞬间发生的时候，另外一个动作正在进行。 这个中文的说法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点抽象，不妨来看看下面的例句吧。例句说啊，James was practicing the guitar when Sandra knocked on his door。当 Sandra 来敲门的时候，James 正在练习吉他。这件事情发生在过去，可是为什么一个用过去进行时 was practicing，另外一个却用过去简单式 knocked？ 是这样子的，各位同学可以用逻辑来思考一下。Sandra 来敲门是个瞬间发生的动作，James 正在练吉他是个早就开始而且持续进行的动作。所以敲门这个短暂瞬间的动作用过去简单式 knocked，至于弹吉他则是持续了一段时间，进行了一阵子，所以用过去进行式 was practicing 来表示。 这里同学们一定要区分清楚哦。虽然两个动作都发生在过去，但是持续比较久的这个动作，我们会用过去进行式；另外一个短暂瞬间发生的动作，我们用的是过去简单式。接着我们往下看到第二点，过去进行式也可以指过去某一个时间点正在做的事情，如同例句所说的。 What was Ryan watching on TV at 9 a.m.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Ryan正在看什么电视节目呢? 今天早上9点为过去的一个明确时间点,所以这一句必须用到过去进行式。 下方的注解则是提醒我们，如果有两个动作在过去同时进行，同时都持续了一段时间，那么两个动作都可以用过去进行时来表示。例句说：While Lisa was preparing dinner, her husband was putting the kids' toys away. Lisa 准备晚餐的时候呢，丈夫正在收拾小朋友的玩具。 这两个动作是同时发生的，两个动作也都各自持续一段时间，没有办法瞬间就完成，所以两个动作都是用过去进行式。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同学哦，在英文当中啊，如果你用了两个进行式，习惯上连接词会用 while 这个字，所以今天的例句开头才会是 while Lisa was preparing dinner。 好了，以上就是过去的两个时态：过去简单式和过去进行式。各位同学一定要分清楚哦。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跟未来有关的两个时态，包括未来简单和未来进行式。未来简单就是 will 加上一个原形动词。基本上呢，因为台湾学的是 American English 美式英文，所以我们多半都会用 will 加上原形动词。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看，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 will 加上原形动词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表示未来会发生的动作或者是状态。例句说：Next year, Sam will study at an American university as an exchange student. 明年，Sam 将以交换学生的身份到一所美国的大学念书。 因为明年是未来的时间，所以理所当然用的是未来式，will 加上原形动词 study。接着我们要复习的是啊，国中英文文法，will 加上原形动词跟 be going to 加上原形动词都可以表示未来。所以在国中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will 加上原形动词跟 be going to 加上原形动词基本上是可以互换的。 我要去看电影，你可以说 I will go to the movies，你也可以说 I am going to the movies，两种说法都行。但是这里为了要帮助各位同学能够区分两者的差别，所以杂志里做了非常清楚的标示。他告诉你啊，如果要表示一种预测，也就是说话者认为某一件事情会在未来发生的时候，will 或 be going to 都可以使用。 例句说, According to Kelly, Dave will leave for Australia this winter. According Dave is going to leave for Australia this winter. 可是呢，根据第二个用法，如果是表示一种预先的计划，也就是早就计划好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必须用 be going to 来表达。例句说：We are going to watch a ballet performance next Friday. 我们下周五要去看一场芭蕾舞表演，因为说话者已经计划要去了，势在必行，可能票都定了，一定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时候用的是 be going to。如果你用 will 的话呢，表示你打算要去，可是不太确定，可能会有一些变数，可能也还没订票。所以我们知道了，be going to 表示计划好的事情在未来将会发生。 另外一个状况就不同了，也就是下面第三点，这个状况一定要用 will，不可以用 be going to。什么状况呢？也就是表示意愿的时候，也尝试当下才做出的决定。那为什么一定要用 will 这个字呢？之所以啊表示意愿要用 will，来自于 will 这个字的本身含义。will 这个字啊可以当做助动词，我们都知道。 它也可以当做名词，当名词的时候呢，指的是一个人的意志、一个人的意愿，甚至可以指人死后留下来的遗嘱。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例句吧。I will treat you to a movie if you help me sort through these papers。如果你帮我整理这些文件的话。 我就会请你看电影，请你看电影是出自于我的意愿，而且也不是预先计划好的哦，可能是我整理文件到一半的时候看到你，才产生的意愿而做出的决定，所以用的是 will treat，而这个时候用 be going to 就不对了。好了。 未来简单式 will 加上原形动词，或是 be going to 加上原形动词，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有不同的意义与用法。希望各位同学们要熟悉这些用法哦。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未来进行式。未来进行式是未来式 will 加上原形动词 be，也就是 be，再加上现在分词。 我们之前讨论过，进行式指的是在某一个时间点所做的事情，而这里未来进行式当然就是指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所正在进行的动作。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吧。Christine will be working in Japan at this time next year。明年这个时候，Christine 将在日本工作。句中有一个明确的时间，也就是 at this time next year，不但是明年。 还明确指出来是明年的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就要用未来进行时带出这个句子。要注意的是哦，未来进行时并不像现在或过去进行时那么常用，因为只有这个用法，所以看到的机会比较少。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动手写写练习题了，请看第一题哦。第一题说啊，Julie 上周末跟他的好朋友去购物。 Last weekend 上周末是过去的时间，所以当然用的是过去简单式 went。而后面说啊，有很多的商家有打折特卖，我们可以用过去进行式 were having，指他们去血拼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商家正在拍卖打折。不过这里也可以用过去简单式 had，指上周末商家举行特卖的事实。 接着后半句说道，商家挤满了很多人，这是个过去的事实，所以用过去简单式 was packed with。be packed with 是一个固定的片语，也就是挤满的意思。那么 Julie 跟她好朋友买了什么呢？后面说啊，买了好几件洋装，这也是个过去的事实，所以用过去简单式 bought。But. 当他们走出卖场的时候，他们注意到快下雨了。这里“走出卖场”和“注意到要下雨”这两个动作都是短暂的动作，因此用过去简单式 walked 和 noticed 即可。接下来的部分呢，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哦。下起大雨的时候，他们正在咖啡店里等待，因为等待是持续一段时间的动作，因此用过去进行式 were waiting。 而开始下雨的开始是瞬间动作，所以用过去简单式 began。接下来，while they were sipping their coffee，正当他们喝咖啡的时候，接到了另外一位朋友的来电。接到朋友的来电是瞬间发生在他们喝咖啡的时候，所以用过去简单式 received。而最后，这三个女生决定要一起去看电影和吃饭。 当然，还是用过去简单式 decided，而不是强调他们过去正在决定的过去进行式。第二题，Jonathan 是台湾一位艺术系的学生，他六个月之后就要从大学毕业了。六个月之后，也就是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用 will graduate 或者是 is going to graduate 都可以。而他今年稍早已经申请了三个。 法国的艺术学校也被他们全部录取了，因为申请学校是过去的动作，请你用过去简单式 applied。被三家学校录取也是一个过去的动作，所以用过去简单式 was accepted。而明年的这个时候，他将在巴黎读书，明年是未来。 明年这个时候是个明确的时间点，所以我们要用的是未来进行式，will be studying，或者是 is going to be studying 都可以。 今天呢，我们介绍了六个动词的时态，包括了现在、过去及未来的简单式和进行式。希望各位同学都能够熟读这些文法规则，并多做练习题，好让自己更加了解该如何使用它们。加油喽！I'll see you soon. Bye.